是不是什么牌子的吗？你要知道，如果是索尼的可以找到的，这里很多经常有人讲到的。你是什么牌子？在这里啊，这么大的耳机 JBL 放在这里，是他捡的，他放在放 JBL 还开着的。哇，你真的好幸运啊，真的好幸运，这么贵的耳机找到了。这个是 JBL， 是世界上最贵的，1800块一对的，还好他捡到了，不然的话你就永远找不到了。他捡到，就正好丢在这里。我跟你说啊，他从裤袋里面拿出来的。我有站着，我在讲的很大声，你在掉到的时候，他很紧张，他马上从口袋里拿出来，放在挂上去。明白意思吗？我看见那个女的在手口袋里面拿出来，我特地讲大声，她呢听见，她不好意思，不然的话就丢掉了。因为我刚才看了也没有的，她拿出来以后挂上去，所以一定要大声讲。那个女的也不好意思，她也是贪心，光她从口袋里面拿出来，裤袋里面拿出来。好，爸爸爸爸，小心啊小心啊，真的很贵啊，1000多块钱，你怎么会丢在那里呢？那怎么会掉下来呢？不知道。